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进行吴式泰拳竞赛套路的教学。吴式泰拳竞赛套路是1988年由中国武术院邀请了全国吴式泰拳专家，在传统吴式泰拳的基础上，它集竞赛性、健身性、表演性于一体的竞赛套路。下面我们就进行竞赛套路的教学，请看全套动作示范演练。
下面我们进行分段的动作教学。那么第一段呢，我们有14个动作，下面请看全段的动作演练。起势，右揽雀尾，上势，白色亮翅，左右兜膝傲步，右下势，金鸡独立，下面我们进行第一段动作的单个动作教学。我们首先做它的运动路线、运动方向，然后每个动作的要点进行教学。下面我们从起势开始，两脚并不站立，身体放松，提顶竖向，两手轻扶在大腿的两侧，手臂自然松垂，目视前方，含胸乏背。好，左脚慢慢脚跟提起至脚前掌，这时候将重心松至右腿，提左脚向左横开一步，脚前掌先落地，然后全脚掌踏实，两手慢慢内旋向上提起，手腕放松，提至与肩同高同宽的地方，这时候两手腕松踩下按，两腿屈膝下蹲，同时完成，将两手按至两胯旁，将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脚提起，两手外旋合抱到体前，左脚伸出，脚跟落地，这时候两脚的宽度与自己肩同宽，拇指对准自己的鼻尖，重心前移向前打几座蓝雀尾，左掌手臂横按下去，右手用掌心向前推按，推在自己的
左脉门处，左脚前脚踏实，身体右转，左脚扣步，扣到自己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，右手沿自己左手拇指侧，掌根沿拇指侧向上外旋手臂，左手内旋，转体出步，右脚出在自己的也是一样，两脚从肩宽的位置上，重心前移，左脚跟外展，这时候鼻尖对准自己的右膝的内侧，右手手臂横按下去，左掌向前跟左面一样挤出，右手内旋，左手外旋，同时翻转向右斜前方，重心后移，后腿放松，提顶立身，右手向下捋至自己的右胯旁，向左翻转，手臂同时翻转，右手掌心向上，向左肩45度方向穿出，到自己正前方的右斜前方15度左右，重心后移，转体转到自己正前方的方向，面南背北的方向，也就是说冲正南方，右手向右按出，好，那么这个呢是咱们起势和右揽雀尾的动作。我们在做起势的时候注意脖颈的竖直，从侧面看，大家起势的时候脖颈要立直，不要松塌，提顶也就百会这个地方要有向上削顶顶进的意识。那么在下按的时候呢，两腿屈蹲时候胯根要放松，也就是屈腿下蹲时胯根要放松，松坐在自己的两个支撑腿上，不要挺胯形成向上，这个胯根往上顶，要松沉下去，感觉自己的重心坐在两个腿上很实。好，那么这是起势的要点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大家做起势的不要挺胸塌腰，那么就形成挺胸塌腰这个动作，臀部就会突出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含胸拔背，脸臀立身，两手腕的动作呢在走的时候两个手臂要内旋，我们做的时候不要直起直落，在走的时候大家看沿拇指一侧向身体内侧方向为内旋，沿拇指一侧向身体外侧方向为外旋，那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沿身体内侧方向旋转提腕，手腕的高度呢与自己的肩同高，手心呢斜向下，斜向自己内侧，不要直起，松垂就可以了。那么这是起势，在向下做右揽雀尾的时候，往下按的时候按踩，手腕要有松踩的这个意识，到自己胯根的两侧，在两手分的时候呢两个手臂外旋分展，也就是说向外，不要直接这样架起，有很多同学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两臂架起然后合抱自己的胸前，这样做的时候肩也就架起来了，肘也架起来了，那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主要就是沉肩坠肘，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起势做完以后两手松按到胯旁，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重心微微移至右腿，不要晃，不要晃过去，而是微微移至右腿，两手外旋向外，好像穿起一样，以两个食指为引导向上穿起到自己的胸前合抱，这个时候拇指对准自己鼻尖的这个高度前侧，虎口向上，指尖呢微微的自然弯曲，右手扶在自己左小臂的内侧，好，屈膝下蹲，做的时候要点呢后背，大家看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人做的时候就形成向前扑出，这时候是右支撑腿缺乏力量，所以才会把臀部突出，上身向前倾斜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应该立身脸臀，将重心坐在自己右支撑腿上去，提顶竖向，千万不要松，提起顶来，好。
重金前移的时候，左手臂向下横切掌，横切掌，同时右手向前挤出去。这时候我们所遇到的身形的地方，大家看，这时候就是无师太拳的身形的斜中正。那什么是斜中正呢？他的身体好像由头顶一直到右脚跟，好像一条挺斜的斜线，但它不歪，而是挺斜。鼻尖呢对准膝关节的内侧，膝盖不要冲出，提顶立身，不要松，提起顶来，下颚收住。好，我们正前方，我们所说的不要歪，就是不要突胯。看，如果这时候突胯，身体就会向右侧歪出。我们这时候左胯要往下松沉，与他的自己的左腿的大腿成一条直线。这时候重心不往后移，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重心会后移，我们不往后移，左脚直接内扣45度方向，也就是说正南偏东，东南方45度方向扣脚。右手呢沿自己左手大指，右手的掌根沿左手大指方向去走，也就是斜上方45度方向。大家看，这是同时的动作，一二转体，两臂一个内旋一个外旋同时进行，二左手扶在右手的手臂小臂的内侧，同左面的抱膝星一样，右面也是一样抱膝星。好，拇指对准自己的鼻尖，这时候记住手有外膨之力，背有倚靠之力，千万不要松，膨起，重心再向前移，之后松脚，前脚松，踏实，重心前移提顶，又形成动作身形的斜中正。在这时右手左手同时翻转，一个内旋一个外旋，左手四指扶在右手的脉门处，右膝前方伸出，往下捋回来的时候提顶立身。运动路线随着你自己的后腿屈膝，后腿屈膝就是屈膝，不要这样去屈膝，屈膝应该提顶立身往后，右手捋到右胯旁，大家从这边看，捋的右胯旁，注意不要太高，这样就会肩部提起来了，捋到右胯旁，右脚脚尖提起，好，两手臂同时翻转，转腰向自己的正前方的现在胸向的方向为正西的方向，那么我们身体呢就是西南的方向，那么西南的方向穿出，向到正前方，然后右斜前方，重心再回来，右手回棚，转体向正南按出，这是手法是一个按掌，向前方按掌。那么从侧面看，我们在做按掌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不要定固了按，身体呢要点是立起身来提顶，掌向前按出。好，下面动作的运动路线是右手向右捋出按出，还是按出，那么在自己的右斜前方，这个时候我们腰身的这个要求，身体的要求是从侧面按出，千万不要出臀，是脸臀提顶立身按出，背往后倚靠。下面呢我们做左单边的练习，在左单边的时候，右手变勾手，同时提起左脚跟，把左脚向回收，向自己的左后方45度方向落脚前掌，这时候收脚跟的时候往里内收，慢慢向下落，左掌打开，走到1/2处的时候翻掌，右脚跟微微外展，将重心坐在两腿中间，左手虎口向上，右手变勾手的时候手腕最高点。好，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，在我们在做变勾手的时候，变勾手的时候左手轻抚在右手手腕底部，
这时候左脚提起的时候，把右胯微微往回收一点，右胯收一点，把左脚收回，向左后45度方向落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左脚脚前掌先落，重心慢慢往左腿过渡的时候，左脚跟往回收，将自己的重心过渡到1/2，左手开始翻转，翻转。那么右脚呢，脚跟微微弯展，将重心坐在自己两腿的中间。这个要点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提顶竖向。那么呢，我们在做背的时候，不要做完以后挺胸塌腰，要脸臀立身，周身放松。好，做完左单边之后，我们再做提手上势，重心向左腿过渡，左脚扣扣脚，右手向下松按，左手向上微撑，右脚提起向正前方出步，脚跟落。这个时候右撑抱旗星的动作，左右手的拇指对准自己鼻尖，重心前移，右脚踏实，重心前移向前打挤，这时候是变成右挤式。左手和右手，左手小指一侧，右手小指一侧，沿左手小指一侧往右斜前方提起，这时候变勾手，微微右转腰，重心到右腿，右腿蹬起，把左腿带住，带到前面，两脚成一字线时候，左脚脚前掌踏地，慢慢踏实的时候，右手由勾手变掌上撑，左手向下按，两手有上撑下按。好，这是提手上势了。那么我们做下面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家看要点，重心向左腿过渡，右手同时向下松按，这时候是平移过渡，不要起身。好，左扣脚平移过渡，提顶立身，这时候含胸拔背，不要挺起，含胸拔背，右胯跟松沉，向上穿起的时候，右手穿棚的时候，拇指对准鼻尖，注意前后背，不要向前，这时候很容易突出左胯和突出臀部。重心继续前移时，提顶立身，不要缩脖，一定要提起顶来，右胯不要突出，这个时候很容易，因为右腿支撑比较累，这时候就把右胯跟突出，可以歇息一下，但是这个动作是错误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右胯松沉下来。这个时候右转腰的时候，大家看，不要直拽，有的人直拽起来，随着你的腰右转，微沉一下左手，右手沿左脚脚趾一侧向上提起的时候呢，提顶，右腿蹬地蹬起，把左腿带起，左脚落地的时候正好展开，右手上撑下按，形成这个动作，有上面有上撑下按，提顶立身。好，那我们在做下面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大家看白鹤亮翅，先看运动路线。做白鹤亮翅的时候，左手向下松按，右手外撑，好，两腿屈膝，左手下按到自己左膝前，重心呢不变，只是向左转腰，左手外旋，两手到自己体前，掌心向前，眼睛看前方，两腿自然站立，不要绷着，而是要稍微屈一点膝。好，这个运动路线是这样，运动方向呢，由正南方转到正东方，再由正东方转回正南方。那么它的要点，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左手下按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是从侧面看，背往后倚靠，两腿屈膝下蹲，千万不要胸部了往下按，身体向前倾斜，还是要脸臀立身，提住顶。他向下按时候呢，这个右掌不要随着他往下松下来，不要，而是往前往上，还有一个外撑之力同时进行，往下松按，当往左转翻转手掌的时候，右手随着转体也向左转，千万不要裂开，形成两手打开的动作，向左转同时也微向左转外撑，起的时候右手还是有外撑之力，不要右手不动，就形成一前一后了，
两手同时有外撑之力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做的白鹤亮翅，下面我们再做左右搂膝奥步，两手臂外旋，沉肩坠肘，肘尖向下松坠，两腿屈膝，向正东方转体，左手以小指一侧为引导，搂左脚跟落地，重心前移的时候，右手以食指为引导向前左推的动作，变换一下，一共做三个。好，三个搂膝奥步，那么我们的方向呢，转到了正东方，由正南方转向正东方，两手左手平捋的时候右手提起，右手平捋的时候左手提起，两手同时交替进行，走的运动路线，推的手沿着自己的中线向前推出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大家再看一遍，我们在做的时候两个手呢，这个肘关节要向下松坠，不要直接就外旋手，而是两个手从这儿哈，肘关节向下松沉，接下来两手还有外膨之力。到这儿，左转的时候以这小指为引导，提顶，注意顶要提，如果不提身体向前倾斜，顶提还要含胸拔背，脸臀立伸，左脚提起的时候落脚跟往外开步，从侧面看往外开步，不要正前方，因为你开步之后右脚外展，两脚宽度还是要与肩同宽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转体之后往自己的左斜前方出步，松后腿，松前脚的踝关节，重心前移，放松向前移，推出去，这时候要求提顶立伸，不要突臀，胯根往下松沉，提顶立伸。好，再往下变换的时候，右手向左捋，左手一定要手腕放松，然后提起拉开，重心坐在自己的左支撑腿上，再向前走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注意提起的手，不要这样松提就可以了，不是的，他在提起的时候小指一侧内旋，手背外撑，形成一个向外膨的力，在自己的耳侧，肘尖向下松坠，如果抬起就等于耸肩抬肘了，所以肘尖要向下松垂，提手。在走的时候呢，手指沿自己的中线，食指中指为引导走弧形，做完这动作的时候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尖，虎口向上。那么我们做搂膝奥步动作的时候，就是拇指对准自己的鼻尖，左手向下松按，右手虎口向上，注意身体不要倾斜，肩要放松。好，搂膝奥步呢是无师太极拳的重点动作，也就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经常练的基础动作。那我们在练习的一定它充分的体现无师太极拳的身形协中寓正，还有穿姿步行。我们在做穿姿步行的时候，大家看在搂膝奥步左右交替的时候，穿姿步行左脚沿自己右脚内侧向左外出步，走一弧线，重心弓到前腿，再走一弧线，再弓到前腿，它的重心呢没有前后变化，只重心在前腿，继续前移，然后再变换重心。好，这是搂膝奥步的动作。我们下面呢再接着讲，做完三个搂膝奥步，手挥琵琶，这时候右手向左侧捋出，腰微微往左转，左手捧起，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尖，身体微右转45度方向，两掌同时翻转，向前向左走一弧形，到自己左前前方60度方向，左手右手同时翻转，形成手挥琵琶，右手抚在右肋侧，那么左手呢在自己的正东偏北60度方向上。
我们在做手挥琵琶的时候，大家看，从都西要步重心后移的时候立身，手掌微微左转，再转正抱七星的时候，注意这手是转腰之后把手捧起，拇指对准自己的鼻尖。有很多同学在做的时候直接托起，不是托，一微左转，二左手捧起，拇指对准自己的鼻尖，眼睛通过手的外侧向前看。这个时候松后支撑腿和前膝关节位的地方，两手同时翻转到自己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，眼睛看前方，然后向前向左，自己的左斜前方60度方向，在重心弓到左腿的同时，还继续往左腿移，左腿蹬地，把右腿带起，带到两脚同肩宽的时候站住。那么左手呢，在正前方的左60度方向托起。要点：提顶、竖向、含胸拔背，两腿自然屈膝。好，下面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，上步斑斓锤，两腿屈膝下蹲，右手外旋向前穿出，左手合到自己右手上侧，好像抱球一样，转腰，右手左手同时右转，向正前方向左画弧，收到左胯旁，再向右转腰，左手拦截，右手击打。好，上步斑斓锤。我们在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大家看，两腿屈膝下蹲，胯根放松，提顶立身，右手形成一个外旋臂向前下穿出的动作，左掌相合，合到自己右手上侧，两手心相对，形成抱拳、抱球。一，屈膝下蹲，这时候记住，一定要提顶立身，不要凸臀。当然，穿着表演服可能要遮盖一些，如果穿上平时练习的服装就明显一些。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顶、立身、脸臀。手穿出去要有穿的这个动作，当重心移到右腿的时候不要左右右晃，好，重心平移到右腿，转腰把手臂带到自己的右侧，落左脚的时候两手同时向外走弧形，向前走的时候注意把自己胯根沉下去，不要凸臀，一定要沉胯根，然后重心继续向后移的时候，后腿放松，立腰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如果是这样，你看身体就前伏，我们在做的立身，后腿放松，脸臀到自己左胯旁，再往右转，左手是一个拦截的动作，拦对方的拳，右手向前打锤击打，形成上步斑斓锤，意识到达全面，拦截击打的意思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做如风似壁，方向不变，左手沿右手肘关节下侧向外推出，右手松沉，两手同时掌心向着自己的方向，身体的方向，重心后移，抬起前脚掌，两手内旋，向前按出，手腕放松。好，那我们在做如风刺臂的时候，大家看，右手沉肩坠肘，拳往前送，左手同时往外推出，左手外旋，右手也外旋，合到两掌，掌心都向自己的方向，斜向自己的方向，两手回带，内旋手向前推出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
注意上下肢的协调，一松后腿，二松后支撑腿的同时提点力伸，重心后移，注意这个时候右胯不要突出，一定要脸臀力伸，三两手合的时候右踝关节放松和左踝关节放松，左脚同时踏实，重心前移，形成向前推按，意识到达自己的两个手掌上去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做十字手，两手松按，收右脚跟，展左脚跟，同时两掌分开，两手向上翻转，两手在体前相合，屈腿下蹲，十字手。运动路线由自己的正前方开始，那么我们现在向正东的方向，运动方向由正东的方向变成正南，我们两手松按，提顶立伸，这时收脚的时候一定要把身体立起来，不要收脚向前扑，收脚立伸，由正东向正南走，然后偏西南的方向，眼睛看自己右手的以食指为引导的方向，这时候重心到自己右支撑腿之后，以食指为引导向上穿挑起来，外旋手，提顶立伸，两腿松左。好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大家看我沿这个方向走，从侧面看，注意不要形成凸臀提顶，提顶的时候不够，脸臀立伸，肩部放松，不要抬肘，不要提肩，食指为引导，不要只是这样起来，而是从正面看，不要只是这样起来，而是以食指为引导向上穿起一样，好像挑起，变成十字手。下面我们接着做左揽雀尾，左揽雀尾和右揽雀尾一样，只不过方向相反。那我们左手向下松沉，右手提到耳侧，把左脚提起，向自己的左斜前方出步，注意这时候脚尖还冲着正南的方向，但是呢搂腰部的时候向斜前方搂膝，不是正前方，右手外旋，左手提起，沿右肘关节处向前穿出，往左斜前方穿出，也就是东南的方向穿出去，手掌右手下捋，提顶立伸，两手臂同时翻转，与右揽雀尾相同，这是按的方向，向正西的方向按出，左按。好，那么这个动作呢跟右揽雀尾是一样的，要点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就不说了，跟前面一样，大家参考的右揽雀尾去做。接着我们再做右单边，左手变勾手，右脚提起，沿着西北的方向收脚跟，展一下脚跟，形成单边，自己的虎口向上。好，那么右单边同左单边，只是方向变成西北的方向，那么我们做的要点呢也是同左单边相同。接着往下面做的动作，右下式，一二提起收脚，三两手同时翻转，掌心向外，四收脚跟，展右脚跟到自己的左斜前方30度到45度方向，沉肘瀑布，在做瀑布的时候沉肩坠肘向前穿出，意识到达指尖，右脚掰至正前方。好，我们在做右下式的时候，大家看方向出现了变化，我们由西北的方向转到了正东，再由正东又转回了西北，从西北
再转向正东。这个运动方向变化比较多，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。那么它的要点呢，重心开始，我们转过这方向来做，重心向右腿移动的时候，注意左胯不要掀起，身体不要倾斜，重心向右腿移动的时候，提顶立身，以右脚的前脚掌为轴捻转，右手有外拨之力，左手勾肩冲上，重心继续前移的时候，把左脚带回，注意两脚尖横向有一定的宽度，不要在一条线上，横向有一定宽度，两手同时内旋，内旋向外捋出，到自己的左斜前方30度到45度方向，立身向前扑腿，不要扑出的时候身体塌下去，提顶立腰，脸臀向前扑出，向前穿起的时候，右手穿到自己的脚尖的位置，左手穿到自己的膝盖的内侧。好，那么要点呢是这样，大家在做的时候呢，注意上下肢的协调配合。我们下面做金鸡独立，在做金鸡独立的时候，大家注意重心前移，把右脚脚尖掰到正东的方向，一重心前移，左脚脚尖内扣，把胯合住，左手沿右手肘关节下侧向自己的右斜前方45度穿出，把左脚带起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脚法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提膝和外掰脚，注意我们在做这个动作时，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重心前移的时候成弓腿，左腿起的时候起，右手沿自己的右肘关节下侧穿起的时候，左腿先用膝关节提起，然后再外掰脚，右手扶在自己左膝的内侧下按，左手向上沿自己的左额头上方撑起。那么这是一个腿法，我们在做的时候膝关节起的时候是一个用膝打的动作，那么脚呢是有一个截和踩的动作，你可以对方提腿的时候截住对方，也可以向下踩击对方的腿部，尤其是迎面骨这个地方。那么在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充分体现出你的动作意识，做出来这个动作才能有意义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先做右面的重心向前移动，穿起，注意提顶立身，不要向前扑出，一定要提起顶来，向上支撑腿，慢慢松提起来。这时候松支撑腿，左掌向下劈出，劈的方向在自己的左斜前方45度方向劈出去，脚尖落的方向呢正前方落，右手沿左手肘关节处向左前方45度方向穿出去，穿再把身体转正向上穿起，注意要点跟左面相同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有一个膝打和踩击的动作。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只是左右不一样，但是呢运动路线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运动方向正好相反。